伤了。哎，没有伤，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 buff。那被动系没升，难道只升一三或者只升黄点吗？没有升黄点，哎，那升级比较奇怪了，难道只升一了？扛着不到，这是龙四一大特点啊！可以扛。这边 TP 找我来，但是被火女晕到了。这边接着追，在 TP 的攻击速度还没有削的时候，啊，这 NS 到他把他杀掉，而不是 TP 把他点死的。这是真神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英文就会看得出来了。左边也要爆甲一次，左边蓝胖子杀出来，爆哪个爆住了力池，但是缺少一个控制技啊，只有一个控制技怎么可能杀死呢？反而要被反杀，仙女龙过来，沉默住二连，再接胖子回手抡一个毒镖，啊，不是毒镖，是一个火球，漂亮，这个能反杀吗？真的反杀了，自己逃脱了，反而把仙女龙葬送到这个小树林里面了，把这个小女孩又变成小树林了 ，A 一下过来 F 再点一票，两位高手也不负众望，中路再次啊错掉宙斯。虽然几次都被宙斯打了红血，但是威高斯能够把这个血量把握得很好，就在最后那一刻啊，我不要耗你血，我就要杀你人。这威高斯跟一般人思想不一样，一般人我们说，就是耗血不让他打人就 OK 了，但威高斯这个不打人都不罢休啊，这小兵的士气还靠我呢，所以团队领袖就要有这样的霸气啊，百万军中取人头啊，探囊取物般，这样看起来爽，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感觉。你像电脑那样来回点，把别人点上红血都回家，那样没什么意思啊。那样刀塔我相信也不会有这么多观众。忍不了还是在点。那么光哥是想拉野吗？拉野。F 一下，那一个 C， 女王的蓝有宙斯多吗？两百多的蓝。我看一下宙斯的血量是 ，A 一下，敢避过来吗 ？A 一下，再一个 F， 漂亮，宙斯一个三连。而且这个大还。他还收割了一个人头啊，可能 PGG 也是很无奈，没想到我这个沙威告诉捡了个人头，捡了个胖子人头，我也没把分镜头切过去看胖子怎么回事啊。那这个三连真的是真的很搞笑，我们看到宙斯也说了什么 AH AH 半，这边龙七要被道德堵死了，能追上补力刀吗？没有啊，补伤了，是 Light 拿的。这边又绕我来夹雷冷，右边的阵容是一个双缓慢阵容，双短腿阵容，这又一镖再一镖漂亮， NS 又收到。那右边可以说天台坊打的是一坨屎啊，是一坨屎。说到这一点，我想起来今天我有个就是发这个录像评论巡天鹰，这个语言里面有点像我这么激动啊，然后就被批评了，说小言还比较自由啊，对，作为一个视频评论我还是比较自由的，因为没有这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啊。那这个朱莉亚被大雷劈死也是很郁闷啊，打了一个啊啊炸啊炸什么什么看不清，但因为我现在录的高清，大家也可以能看清聊天记录，我也可以静下心来多讲一些比赛的状况或者一些花边新闻了。这场比赛呢，在打完之后24小时之内呢，竞技平台有人聊天说这场比赛威告诉有人代打，但我个人觉得看起来不像，我觉得无论是拿人头的这个欲望，操作包括补刀的比较稀烂啊，都是威告诉特点。威告诉补刀一直是他的一个老大难问题，他的补刀绝对跟他杀人能力不成正比。威告诉我们看，只补了，哎呀，补了29个瓶，这个还是真的是比宙斯少一点而已啊。爆一下没出多重，因为他只有4级。哎，先用一个大，这一镖没有打胖子，而是打沉默术士。这个两个人有点，没默契啊，没默契。就当时如果两个人镖一个 A， 这边也是又是一个大。这个 PGG 的宙斯有一点点光哥当年的味道啊！喂，这宙斯就过来了，非常彪悍，直接过来干了这一镖。哎，一个 C 漂亮，二连，一个 T 开树，又是 Double Q， 一个大收到这边，又是过来一个 G 收到这边。那么你的一个晕过后，立刻 TP 走人，龙气也扑了个空。这边又是在开打，我也是刚切完就已经死了，被告的收割掉巫妖，逃跑的巫妖，接着 B 过来再追这边的仙女龙，仙女龙蓝是有158点，那么应该。哎，这个符怎么突然没了？皮皮再度回到中路，皮皮背了一个魔瓶啊！天台坊死的人也都复活了。那像天台坊阵容就是比较双核了 ，DK 跟陈峰术士，陈峰术士你保不起来啊，送送钱，但团战还是有一定用处的。龙骑的话，团战怎么也能扛一阵啊。而近方阵容就是纯保 TP 了，其他人我觉得中期可能都没有什么好的用处，这个力士啊，什么仙女龙就是团控，仙女龙本身的输出啊，只是靠法系来维持，后期也是那个样子，
他本身只要攻击前腰比较差，就是就是发力啊，蓄气射那一下的时候比较慢。哎，这边林总的位置直接被两个精卫方最虎的人给抓住，又一个 C 等一个 G 吗？ A 死了，直接 PG 已经 mega Q 了，已经 mega Q 了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 mega Q 了。那这边龙骑也没打多少钱啊，龙骑半天还是这身装备，只出了一个鞋子，假腿无望。现在基本上龙骑跟 SNK 啊，在五二里面比较标配，已经不再是。哎，这边要过来强杀吗？不要太嚣张，维高斯。再扭曲一个沃洛的大，等还是没死啊，没死，很悬，没死。嗯，补了一些血过来，蓝也刚好补满，还算没有浪费这个瓶子。那 TP 已经四个携带了，下一步可以直接奔双刀或者奔这个辉耀都可以，顺着就可以打辉耀。因为这阵容来说，精卫方清兵计还是有一点点缺啊，有一点点缺。因为是一个大，这个大没弹出来，但是被一个宙斯在上路干掉了。PG 杀的太疯狂了，就全屏游走啊。中路又是一个标，那这个如果三连可能就秒掉 Vegas 了。他那个跳就算跳出来也会被晕眩的。DK 呢打的依旧不顺 ，DK 也不是一个，应该是替补吧，或者新加入 VP 的。这边又是雷纳血，宙斯为什么不绕过去呢？宙斯绕过去一个技可能收割了，没蓝啊，蓝不够一百出头。我们看一下光哥的钱，光哥现在是八百多块钱，现在大家都没有存钱啊，但有一个人存了一千七，这个人是宙斯。这边啊遇到了假身了，就点一下，现场有用假身来操作补刀，我们看。这个能操作一下吗？没操作，有点水啊 ，APM 不够高啊。这个像我都可以 UA 四啊，光哥还要再练段时间。但是我 UA 四是因为队友太腿了，期待我出吗？但我说恶搞视频我也会做，但是不会每天都做。恶搞视频可能我会一到两个月，或遇到什么节日，或遇到我有什么喜庆的事情，我才会做，是吧？那因为我们知道做视频你要来源于生活，如果你生活中很郁闷的话，你做出来视频肯定不会开心。这是必然的，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当你遇到了很开心事情，你这个视频自然就能做得比较幽默啊。当你很不爽的时候，你的视频你自然就带着哭腔。当然我们说这个也是要